老铁们不服不行，小米是懂流量的啊、哦！你看小米一车的发布会一开，什么未来、理想、小鹏啊，都来了，还有那个魏总是不是？除了那个魏总之外啊、哦，那个未来、理想、小鹏跟那个雷军都是什么关系？都是师徒关系，或者是雷军给他投资的？那个老师直播了，有新品上市了，能不来捧场吗？还有那个像那个未来啥的，是不是？理想那都是雷军投资的，雷布斯，但是雷布斯这个偶像有问题，穿个牛仔裤学谁呢？完了，偶像还是那个，那个叫什么什么企业界泰山北斗的，我都不敢说，一说就咳嗽不止，你知道不？所以说那个这个，如果我是雷军啊，我就赶紧更改一下，就以后我的偶像就是华为的任正非，指定销量还能提升一波，对不？完了，说是那人够呛。反正有人问比亚迪为啥没来，比亚迪的体量跟他能是一个档次的吗？比亚迪那功夫打过他呀，是不是？所以说这个就不行，是不是这么回事啊？别开了，我饿了，吃饭去。干啥呀？吃饭去。别开了，我快点吃饭去。走。